请起立。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首先祝福各位还有恭喜你们毕业快乐。那我们今天的祈福礼一开始啊，以教会的精神，就是我们先聆听一段圣经，然后在那段圣经里面，我们做一个短短的分享。后来我们就给各位讲解。所以我们请那个我们的执事刘正燕执事来帮我们诵念这个福音。公读圣路加福音，凡到我跟前听了我的道理而实行的，我要给你们指出，他像是什么人？他像是一个建筑房屋的人，掘地深挖，把基础立在磐石上。洪水爆发时，大水冲进了房屋，而不能动摇它，因为它建筑得好。但那听了而不实行的，像是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筑房屋的人，洪水一冲击，那房屋立刻倾倒，且破坏得很惨。上主的圣言。又将进入另一
迈向下一个学习的旅程。我们由衷地感谢天主赏赐以及保佑他们能够完成这个学业，也恳求你时时祝福他们以及他们新面对新环境的所有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祈祷。天父，你赐予人理智，要人学习真正的智慧和你启示的真理，使人认识你、爱慕你、光荣你。求使我们都能善用我们学识与理智，以良善、有爱的信念追求人生的价值。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慈的天父，求你借着师长的教导，开启我们各方面的潜能，要我们促进个人和他人的和平发展，使人类共享快富足的生活。求使我们珍惜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共同建设的充满进步和谐的社会。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慈的天父，你派遣了你的圣子降临人间，经历由圣母玛利亚与圣若瑟呵护教养长大的家庭生活，求使我们常以倾听之心善体亲恩，并以感恩之心孝爱父母，以优异的言行光荣父母。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现在我们请所有的毕业生闭上眼睛，低头接受教父，然后我邀请在校的所有的学生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师长，我们去我们的右手，以我们的最充满的力量来讲服他们，请各位伸出你的右手。慈爱的天父，我们用我们最深深的祝福来祝福这些毕业的学生，我们用我们的降福的力量给他们更多我们的祝福，同时恳求天主降福以及派遣天主圣神的智慧临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更多勇气，让他们去面对新的环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讲。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天主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特别降福你们。祝你们平安。谢谢你们。现在就让我们来
绍今天的来宾。当然，到今年有不少人
贡献也很大，特别谢谢吴校长给我们福仁中学所有的老师、职员、工友，不同的方式帮助，在这个教育的教育。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各位家长，原来你把孩子送到我们福仁中学，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帮助他们。也谢谢你们这几年来一直支持你的学生，有时候台下读书，你在后面，你才会努力，好好努力准备今天。当然，我们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虽然我们的学生们家家规定信仰不同，都有一个共识，每个宗教是要求我们为人权服务，为大家服务。所以我很希望除了你们的专业外，学生毕业生要学习这样的精神，为嘉义、为台湾、为全球来服务。谢谢。好，谢谢董事长给我们的鼓励。接下来我们邀请代表这个嘉义市市长、市政府的教育处施忠敏司科长跟各位来鼓励。
耐得住沉默、寂寞，经得起考验、诱惑。所以最后感谢每位老师、每位同学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毕业的，但是这毕业只是一个过程，难免真正的毕业，未来的路还是很长。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别人，不要每次都想到自己，把别人当作自己，这叫感恩的心。另外呢，把别人尊重当作别人，这叫智慧。最后啊，要认识自己，这样才可以圆满。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在这个辅仁中学的成长过程中，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最后呢，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来宾、在座的同学健康、平安、喜悦。谢谢。大家的努力啊，身体好，精神好，一切的梦才能够实现。接下来我们邀请呢，我们的荣誉会长，也是嘉义市的市议员郭明斌郭议员跟我们勉励。董事长、张校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同学。恭喜大家今天已经快快乐乐的要离开辅仁了，为自己鼓个掌好吗？谢谢。我伫辅仁六七年，做过两任的会长，所以辅仁这个大家庭，学生囡仔来讲，甲各位老师来讲，含我的交情拢非常的深。一只，我要点的各位同学。高读册这条路你爱继续行，但是你也是讲愈读愈册的时阵，来有一寡技术为社会当奉献你家己的本领，这嘛是真好。尤其现在这道家学院啊、长庚学院这条哇，这种痛苦的学校，尤其长庚的餐饮业啦吼，哇，这转型，这转型做出名，还没毕业你就有工作了，所以。在这里要勉励大家，读书非常好，这一条路我们要一直的拼。但是你如果认为说，你不一定要行读册这条路，嘛是要有一个意思的哈。啊，辅仁中学、国中、高中，在未来，在我们嘉义市都会投下一个震撼弹。我们嘉义市公立的学校，在今年的国中。听说了哈、为了学生数啊，除了两三间的学生数非常好以外，其他招不到学生。但是在我们辅仁啊，听说了要来报到的，一年级的新生已经要超过400位了。是不是我们跟张校长鼓励一下好吗？跟我们的吴校长，跟董事长报告。校长虽然没有薪水的，但是各位老师绝对都很辛苦的，要加薪啊！最后勉励大家，我们不管你从事哪一条路要走，我们都要正正当当来完成你人生的规划。最后祝我们辅仁中学校务昌隆，学生越多就越多啦！把我们辅仁以前的光荣找回来。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谢谢郭议员，不论是在这个担任会长的任内，或是在这个担任荣誉会长的期间，他本身就是市政府这个交易委员的这个召集人，所以对于学校的事务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学校办学这一块呢。有郭议员的支持呢，就变得非常顺利。接下来我们邀请呢，这个高等教育代表，也是我们本身的校友，这个长荣大学的校长李永龙李校长来跟各位来鼓励。敬爱的董事长张校长，还有与会各位贵宾、各位亲爱的学弟妹，大家平安，大家好。首先，谢谢张校长在上个礼拜六晚上
特别风雨无阻哈，来参加我们2014的毕业典礼哦。我们非常感谢在这里，谢谢你们校长的一个莅临。今天很高兴，好像顶着小雨，不过看到这么多贵宾，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看到这几天的演出哦，我非常的一个感到非常的开心哦。在这里也祝福各大家。那今天我就用圣经哈一小段话借用哈，希望未来我们在开启新的一个人生历程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哦，就是腓立比书那边提到，忘掉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奔。哦，这是在每一个阶段，看似结束又是新的开始。在过去不管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做一个决心，在未来应该要向前直奔。那也希望说，每一位同学在高中毕业后，未来这么长的学习时间，要做唯一的自己。那也希望说，各位都能够获得从上帝来的一个恩典跟平安。祝福大家，祝福各位贵宾，谢谢。谢谢李校长给我们的勉励，忘掉背后。力向前。接下来我们请救护团的总干事洪明辉洪总干事来跟同学们勉励。亲爱的董事长、校长，在座有没有来宾啊？各位老师、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机会啊，可以参加中学的。我用简单的分享哈，用麦克阿瑟将军的祈祷文哈，面对一段话来跟各位分享。与我们一起来勉励哈，真正的力量是温柔，真正的智慧是坦诚，真正的伟大是单纯。与我一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单纯来过这一生。谢谢大家。谢谢洪总干事跟各位的勉励。那刚刚郭议员特别提到，我们学校来招生的部分人数逐年在增加。其实呢，这个是来自于国小班，不论是嘉义县、嘉义市国小班呢，这个对我们的学校办学的肯定跟支持。那尤其是我们学校临近的学校啊，不论是智朗国小、和睦国小、和兴国小、西安国小。接下来请由校长来邀请我们国小班的这个代表西安国小的陈文宇陈校长来跟各位毕业生来勉励。校长、副校长、郭宇，还有我们
会长，还有各位校的贵宾，每位同学，大家早，大家好。好。刚才要讲的话，还是一样一句话，都给他们跪完供养一样。现在我在这边祝福每位小朋友，你快明年即将毕业了，有空回来找学弟妹，这样子快快乐乐的玩，谢谢。时间关系呢，林校长就不要邀请呢每一位贵宾呢上台跟各位分享。那校长最后讲的一个好处呢，校长看一下时间表，今天还有15分钟可以利用啊，15分钟的时间啊。几天前，学校部分的同事呢到校长的办公室，跟校长来庆生了啊，唱这个生日快乐歌。校长今天呢满了51岁。51岁，那年过50之后呢，常常有这样的感触啊，希望生命当中能够留下一些东西哦，让人可以纪念。可是为我跟董事长一样，都是修道人，一个入修会的一个会士，既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小孩，怎么样能够留什么东西让人家做纪念呢？其实是真的没有其他的东西。那我自己想，修会给我这样的一个专职，就是在学校担任这个教职，看到学生们从国一一直到高三6年的成长。其实呢，我的生命就是能投资在学校里面。那看到各位同学们的生命的成长，看到你们生命的蜕变，就好像呢是个人生命的一种延续，所以激起我呢了解到生命这种延续跟转换的这个意义，而让我呢更把握呢在当下好好的呢把教育的工作这个做好。面对国三跟高三的同学要毕业，看到自己生命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呈现，当然也会感到不舍。校长这边呢，用2句话呢来祝福所有的毕业生。第一句呢，是这个几年前的这部电影《三个小瓜》，三个傻瓜啊，三个傻瓜里面的一句话啊，他说 ：“Seek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follow. Seek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follow.”追求卓越，成功就会紧随。所以校长希望各位的同学的目标要远大。第二句话呢 ，Work diligently, you are bound to be successful。勤奋的用功，勤奋的工作，你会迈向成功。校长就用这2句话来跟所有的毕业生来勉励，目标要远大，成功就会紧随，态度要勤奋，你就会迈向成功。谢谢校长，也谢谢各位来宾的鼓励，还有鼓励。请市长奖、一等奖的得奖者到右边那边集合。再来的就是我们毕业典礼最重要的时刻了。是的，也就是我们的颁奖典礼。这些得奖者都是他们3年每天努力不懈的成果呢。那我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颁奖啦！颁发市长奖，高三中班邱怡珍。
国三中班严云佳，国三校班王奕晨，国三人班黄晓文，国三爱班陈冠英。我们请张瑞亮校长为我们颁奖。国三中班林恒婷，国三校班苏明珍，国三人班叶如敏，国三。
家长会长奖，高山中班沈宇君、戴尚祥、陈英玉、罗玉昌，高山校班翁伟、王翔宇、陈立文、侯宏凯，高山人班王怡、庄代、江云聪、李玉章、吴启荣，高山爱班吴家俊，高山新班吴明翰、江梦贤、肖恒耀。Thank you.
八教师会理事长奖，教师会理事长奖，高三中班谢宗翰，高三校班吴宇辰，高三人班江云聪，高三爱班张贝如，高三信班孔凡丽，国三中班施仲廷，国三校班黄伟轩，国三人班严克凡，国三爱班谢友文。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校长奖，在颁发校长奖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请资育奖的同学到右边等待。
那我们来。黄子阳。
气，以透露出一张更端更气的讯息。即使学长姐们依然认为自己羽毛未丰，也不能不飞出这个温暖的鸟巢，到另一个天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天空，为自己的锦绣前程去开辟一条康庄大道。最后，引用台湾剧场界的大师李国修先生的座右铭，互相勉励：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是功德圆满了。祝福各位，谢谢大家。这些年同窗记忆。
经历了太多太多，有欢乐，有失落，有惊讶，有悲伤。我们一起上课学习，一起疯，一起谈心。突然间，我们要一起毕业了。先会记得学测倒数前的日子，苦不堪言，只能凭借着担心的梦想和彼此的陪伴。咬牙苦撑，在漫漫的长夜中，真庆幸我们拥有彼此。有时也会苦中作乐，例如欺骗同学的心理战。啊，先要复习，不要读书啊！但心里大家都知道，只有没有读书的人，永远是得最高分的。所以我们就会在后面补上。啊，那都乱标的啦！这样的心理战。越是接近学测，越是领先。随着繁星放榜，申请入学到请长假，这个班渐渐的不再完整。同学一个一个都朝着自己的未来迈进了。不知何时，和同学相处的小确幸也逐渐的消失。而我之所以分享这些，是因为我想感谢这些年我在辅仁，我过得很好。学校提供我学习场所，老师指引我深入知识的领域，父母照顾我成长的阶段，同学陪伴我面对挫折的挑战。而你们呢，同学，是不是你们也有这些人？是不是在今天我告别他们前，握起他们的手？好好感受缘分，让我们相聚在此。请各位毕业生在心里和我一起感谢这些曾经陪伴过自己的人。高三中班毕业生沈玉君，请代表所有毕业生感谢师长。
献花的这个到这边就结束了啊，请各同学离开舞台，谢谢。 我相信我们国中的同学们，这个故事非常棒的，以及你最后带给大家。